真的觉得是狙击问题。一般人不可能这样子，不可能出现这么突然。看到没？这个人就是想搞我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被他搞死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就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厉害。我不会。是吧？是吧？你要靠近我是吧？但是这个大菠萝我是真的打不好，说实话。拼了你一个！这大菠萝我是感觉压不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这个这个这个！Hello Hello， 喂。为什么玩？为什么玩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不杀你好吧，不狙击你了，你快走。你还是狙击我的。好啊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啊，不杀你。凭什么呀？我要杀你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不要玩这种有狙击的队伍。行，你确定你不走吗？你不走，我给你杀了啊。还不走是吗？给你五秒。狙击我还有理了你？你狙击我还有理了你啊？你狙击我？你快走！我直接退了。我没子弹了，我杀不了你，我也不让你得到我。哎，不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人就是想跟我说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人真的好讨厌。退了，不跟他聊天，没意思。狙击我还有理了，你是不是觉得狙击很光荣啊？你是不是觉得狙击很光荣？嘿嘿，这放你走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狙击很光荣啊？这辈子最讨厌的一是外挂，二是狙击。真的，我又不该跟他说话，我跟他说话都是对他，都是那个啥，我真的不该跟他说话，把咪麦赶紧关掉，再也不要跟这种狙击的人聊天，真的烦得要死。谢谢瑞林，谢谢瑞林的三个飞机，谢谢瑞林。狙击这么菜的主播还好意思讲出来，真的是，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？你不怕被人笑话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怕被人笑话？狙击这么菜的主播还敢说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狙击这么菜的主播。哎，好像自己还很牛逼一样，一边窥屏还一边杀人，还觉得自己很牛逼。哎，你再不走，我要杀你了。哎，再不走，杀你了！一边看屏幕，哎，那个，你跟外挂有什么差别？你跟外挂有什么差别？你就是一个透视，我跟你说，你窥屏就跟透视一样的，把你按照透视给你处理，我跟你说，看不起你，不要以为你声音还挺不错的，我就会对你心软。狙击我就是看不惯，狙击我就是讨厌。